你要脸不要？绝对不打他！魏无羡，你真的很想回到16年前，回到莲花坞，哪怕是一场梦。 你什么呢？魏无羡，你需要休息。我要医术。 你知不知道你这样做的代价是什么？唯一，只需要帮我这个忙，剩下的就交给我来做。唯一。 是吗？我变了吗？也没有吧。不过这三个月你到底去哪儿了？兰儿公子，你是用什么方法杀了他？你为何弃了剑道，改修他土？修习邪道，终归会付出代价。魏无羡，蓝忘机，你一定要在这个时候跟我过不去，是吗？ 但是这个魏无羡有点太猖狂了吧？随便都替你找到了，今人为何不配？不想配而已。人之为人，蓝湛，其在于本身，非是非黑白，四字能断。若是一人，也非一，黑白是非可以断之。 而是在于心之所向，连无辜之人都已随便杀了。今日杀了你，是否也是天经地义啊？南正，你还记不记得当初我们一起许下的诺言？能够一生出剑扶弱，无愧于心。你是有英雄病吗？你这样做。 究竟是为了什么？我娘说的一点儿也没错，你就是给我们家带来麻烦的。你杀了谁？你知不知道你杀了谁？究竟该怎么做？你究竟做了什么？要去也该是我去，什么下场都是我们应得的。
得意之极。